元朗优呼克市价推盘，了解一下八座有咩特点。大堂都几亮丽，一层四部电梯，十个邻居，最高57楼。发展商开咗30楼俾人睇，上到去走廊俾人嘅感觉略为窄。我哋睇现时卖紧最大嘅户型901尺，三房套连工人套摆咗家私嘅，我哋感受一下。呢间就 H 室，大门用紫木门，入嚟有个玄关位可以挂幅画。转入去就有一个长形嘅客饭厅，摆咗餐台、梳化、电视啦。呢度就有一个大露台啦，望出去都系成个元朗嘅市区景。呢边楼层够高啦，可以望穿啲旧楼，然后全山景。成个客厅长6.3米，阔系3米。咁呢边就厨房，厨房就一个不规则型，工作台面好多，两个星盘啦，煮嘢就好方便，然后有3扇大窗，有晒光嘅，成个配置都一流嘅。呢边仲有个工人房，哇，个设计都几得意。再入去就睡房区啦，都有一个储物间嘅位置，不过呢个锁就麻麻地。再向前行就有两间睡房，落地玻璃嘅设计，之后就系个浴室，企理有窗嘅。主人房就宽敞好多。同埋佢預留咗一個衣櫃位啦，有個對流窗做咗一個梳妝台，張床就靠窗邊擺，景觀相當開闊。最後睇埋個主人浴室，整體就好企理，同埋佢有窗嘅，多咗啲儲物櫃嘅，呢個幾好。我哋再睇埋 Yoho Hub 嘅會所，佢同一期係共用嘅，每邊各有一個會所，總共就40,000平方尺，再加21萬尺嘅園林，設施係應有盡有，可以玩到天光都得。總體而言 ，Yoho Hub 係一個地鐵上蓋嘅大型屋苑，基座有齊商場、鐵路、交通總會、衣食住行，咩都方便。同區可以作為比較嘅就係 Grand Yoho。两个屋苑，你会买边个？可以留言讨论一下。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